我们今年的重大的社会服务活动就是做这一个捐血车的捐献。那么这部捐血车是所有亚洲的第一部欧洲车的底盘，一般都是用日系车，那么日系车跟欧洲车差了200多万的基本价差，总额这部车将近1000万。莫忘初心，大展宏图，来热情掌声。谢谢执行长，那么同时执行长也要。